我的丝瓜终于结果了，现在是八月底，每年到了九月份呢就不怎么太长了，我的丝瓜呢终于长啊长啊长啊，开始结果了，看结了这么多的果实。觉得丝瓜吧，这种蔬菜它是喜欢比较热的这种天气的，而我们这边呢这个种植季啊很短，也就是应该满打满算六月份开始吧，六七八也就三个月，前面六月七月让它自己在长它自己的这个架子啊，把叶子啊枝干啊都长结实了，然后八月份开始结果，九月份就不怎么结了。不过好歹我能吃到丝瓜了，而且今年吧，今年夏天不是怎么太热，这可能也是它结果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。